Oh dear.每天吃能受了吗？受了。直播间有没有家里小孩喜欢吃这种卤烤的鹌鹑蛋啊？它是卤烤制成，妈妈抱，山东那块有没有山东老乡？啊，有没有山东的？山东的。有没有山东老乡？家里小孩子喜欢吃这种鹌鹑蛋呢？它这个是卤烤的，吃起来一点都不咸。啊，吃起来一点都不咸，而且吃起来它外边的那个蛋清啊，可有味道了。要不要今天上这门了必须给你捞一波、啊、满环看看吧，满环看这环，哇，这是鹌鹑蛋买了好几天还没发货，我总共从昨天开始卖的吧。嗯，下单后48小时内发货啊，下单后48小时内发货啊，刚开始就开始卖东西，老铁直播一个小时了，你来的好像有点晚。嗯，想卖点货挣点钱，不卖点货挣点钱不哭拉了，这一群人伙食费都出不来。你们听价格看看是不是福利就完事了。来，今天直播间鹌鹑蛋就给你们放个活力啊！家里平常小孩说实话都吃鹌鹑蛋，像这种炉烤鹌鹑蛋，不管是你泡个方便面给它泡里边，还是煮个面条给它煮里边，都嘎嘎好吃。随时随地饿了就来两个。这个鹌鹑蛋啊，一袋里边有三个，一袋里边有三个，29.9元，30个。你个混蛋！哎呀，29.9元，30个，来，热门进来啊！没有给我点关注的，给我点个关注，我给你们上500单。3、2、1，上车！今天直播间29.9元，30包卤蛋，买30包，我给你送30包，拍下发60包。我的天哪！我超市那嫩肠，那一个1.5元，里面只有带壳的。太多了，真没有60个，真没有60个。这太多，你发60个是吧？500单。热门进来的没给我点关注的给我点个免费的关注，谢谢大家伙了啊，点二了都，感谢给全点关注的宝宝们啊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29.9元，60包鹌鹑蛋，一包鹌鹑蛋里边有3个，60包鹌鹑蛋一共180个蛋，180个蛋，1块钱够6个蛋。说实话你买生的多少钱一个？哎妈，生的也10.8元一斤了吧，这180个蛋这么多啊，那便宜太多了，超市那一个那一长条1.5元带那个壳的，500单啊，下方小黄车地就留鼻子啊，配个辣白菜吃吧。换时间了，嗯呐。聂医生。而且你吃热的吃辣的，那鼻涕咔咔往下流，跟整的跟有鼻炎似的。你先吃过嘴小蛋，你排有辣白菜吗？辣白菜有吗？现在不断货吗？这想囤货，想囤货，到时候不是你昨天跟我说有机会，辣菜特别好吃，朝鲜族风味的辣白菜，1袋248克。保质期6个月，收到货常温冷藏储存，不要放在太热的地方。跟他外边买7块钱一袋，小轩直播间19.9元一袋，2袋，3袋，19.9元3袋辣白菜，来3、2、1上车！今天直播间19.9元买3袋送3袋，19.9元6袋辣白菜，上好了。辣白菜给你们上的第一个链接啊！刚收到货，吃了好吃，超好吃，我炒米饭吃呢。这个炒米饭弄汤啊，配烤肉当小甜菜，老好吃了，一袋半斤。哎呀，一袋半斤啊，然后都提前给剪切好的，6袋。觉得合适的去拍啊，觉得不合适咱再逛逛。